雨中泥中访视行，我们下车了。坑洼积水，车子底盘低，职工改步行，到了关怀一年多的助学生陈露红的家。此趟任务想解开上一代婆媳心结。我来他家没有过过好日子呢，来他们家二十年了，我这么一带小孩，边做手工嘛。言谈中满是怨怼，先生重病后智能受损无法工作，经济重担全落在女主人陈秀爱的身上，对婆婆也难以真心相待。老人家的房就一盏灯，一张用长凳撑起的木板床，志工想为婆媳关系缓颊可不容易。替妈妈抱抱阿妈来，哎，真诚的给她抱抱，哎。对，啊，你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妈妈，你辛苦了。嗯，好。慢慢来吧，交由时间软化焦灼。妈妈的柔软先体现在这上头。我觉得比我困难的还很多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真的帮很多了。厦门慈济人探访的都是一个个真实人生。他们的苦比梅雨季来得绵长，需要长情陪伴，转苦为甘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曾美玲、杜建英、福建报道。